哇，hello，哈喽，豹子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甜甜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今天我是一只快乐的小花猫。不喜欢你们了，我今天很叛逆，好困啊，我不行了，我今天连续上了一天的课了，唉，我眼睛怎么又发炎了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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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谢谢46的奶茶，加入我们魔法少女吧，不要，魔法少女还要拯救地球，好好累呀，有没有毁灭地球的职业？Hello，小雨，Hello，龟龟，Hello。Hello，山田凉，沙，Hello，河王，Hello，汉堡，Hello，海豹，Hello，甜甜酱，Hello，猫头鹰，Hello，香菇，Hello，大芒果。魔女可以毁灭地球，我看过的。我要当魔女，我要先当魔法少女，然后我就破防，破防了我就成魔女了。我阴暗值增加了你。你可以去人类补完计划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你眼里有我，我在发烧，为什么？这么忙啊？眼睛用药。很困，我笑死，地球没了。你们可以去当其他的魔法少女帮我打倒。卡比眼睛怎么在发光？可能是我旁边有光，眼睛 bling bling 的。杨天林生日倒计时25天，1小时21分，好六，7241好六，因为眼里有卡比兽。要打卡比的话，还是让地球没了吧。你们可以打败我，魔女形态的卡比不是卡比。糟糕，没有解到我裤子吧？没有，就是很累，想睡觉。今天和小月出去吃了一顿好的呢。明天再减肥，明天开始减肥，家人们，明天监督我。去上海之前瘦到90斤，啊！昨天我也这么说吗？晚上好，XYX，哎呀，小雨，不是，丸子，你好，小雨，卡比8月15日，对，是的。丸子，哎呦呦呦，好久不见喽！不用谢我，笑死！哦，我要生日了，好开心啊！哇耶，耶，又活了一年。90，你要吓死我！我要瘦下来，好胖啊！明天开始减肥，汉堡。
都会长胖。我今天要早睡，明天周总请我们吃饭。怎么这么秃啊我？我感觉我真的就是要秃了，有没有人懂？完了，你们的翻牌，我感觉我回不了一点，因为我真的好困。不准减肥，为什么？怎么你们都有牌子了？他们都可以让我翻牌子了，丸子，你快安排上。月亮都变圆了，我不会是什么？谢谢小鱼仔的荧光棒，谢谢莎莎姐的荧光棒。耶，莎莎姐你好，真的胖了呀，甜甜，我要哭了。除了你没觉得我胖了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胖了。我的耳朵一点都不大，我要是耳朵大一点，就会显得我脸要小一点。为什么我耳朵这么小啊？能不能把它扯大一点？看来我妈小时候打我一般都没有扯耳朵，但是我耳朵是尖的。有人的耳朵是这种构造的吗？为什么我看到别人的耳朵都是圆的呀？为什么我的耳朵是这种构造？杨天林卡比的翻牌关我杨天林什么事？关我小杨苏西什么事？居然有人说我的头像丑。大耳朵图图，我会动耳成功。把666扣在弹幕上，还是好看的，谢谢。什么？小时候都没被妈妈打过吗？肯定被打过。精灵族退化而来，有佛性，很睿智的头像，都看起来就很聪明。头像好可爱，像你一样。你是会说话的龟龟，谢谢你。又有鬼畜了，别人想要这个耳朵还没有呢，为什么？真会呀！啊，999是什么鬼？这个秃确实得刘海遮住。波波波波，这么多 CKG 的气泡，这样显得你就不特别了，是吧？我也不是很秃吧，也就一点点。我也就5个手指的距离。还好吧，看我这个大脑门儿，我真的服了。三庭一样长，好像祢豆子。这是 Mizuko 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气泡哪里换？快给我们家甜甜叔叔，甜甜榴莲跪好了吗你？甜甜是不是在跪榴莲？有没有人帮我看看？你们跪没跪榴莲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现在跪在卡比兽上面。好浪漫，买不起榴莲。真的假的？我昨天看到一个榴莲才10块钱，但是我没买，我怕我吃了就嘎了。买换了之后不用更新，要在直播间试特效。榴莲糖，就有一盒榴莲10块钱，会不会是那种坏了的？就是那种，你们懂的，就是那种已经要坏了的那种榴莲，但是我看不出来，所以我没买。但是我想的，
这种坏了榴莲只有吃才吃得出来。他就想着，他本来都卖10块钱了，我还去吃一口，那岂不是他我再吃一口，他就免费送我得了。我好喜欢榴莲啊，我最喜欢吃榴莲了。榴莲是香的，怎么是臭的？马上我就点一个榴莲吃，10块钱坏的我也吃，真的假的？吃完饭了呀，吃了和小月吃的疯狂星期四。坏，本来小月还想拉我去吃甜品的，然后我还是忍住了。我是一个非常有自控力的人。啊，榴莲奶茶我还没喝过。对啊，待会儿吃出问题了。谢谢一草一云的玫瑰花，芥末自律。对呀，对呀。黄老板今天晚上绝对吃了的，我不信他没吃饭。他公演怎么可能不吃饭？我们俩平了。谢谢天宇的99荧光棒，天宇。偷偷亲队友，哪里亲队友不亲队友跟自控力没有关系，这种怎么叫自控力呢？真是，这种叫情不情非得情非得已，这个叫爱到深处自然亲。奶茶榴莲奶茶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，好吓人！我来喽，天宇，辛苦啦，去上海。上海好玩吗？有没有去外滩？榴莲纯大肠，炖大肠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情不自禁，对，卡尼是谁？卡比吃过榴莲牛奶牛角包吗？我吃过榴莲班戟，好好吃。你可以控制住不亲，不要，我就是想亲，我要亲亲。爱心晚餐。就是卡比，黄老板快来！我把我的肉割给黄老板吃。一个好，黄老板炖海龟汤，偷偷亲，我正大光明的亲的好吧？加榴莲就为了点臭，其实榴莲奶茶应该很好喝。谢谢池叔的荧光棒。下雨了。其实，在雨中听听上海滩，然后去外滩，感觉也很浪漫。可以找一个那种小店，外滩的那种小店坐坐，啊，吃吃榴莲，像一个亲吻狂魔努力神。真的吗？借你吉言，甜甜讲，还有点乏力，直接开摆，快去坐着听听音乐。啊，好优雅！来一杯优雅的威士忌，简直是优雅，就感觉自己是成功人士，我已经是成功人士了，成功卡人士卡比卡哥，卡子哥。榴莲牛奶牛角包，榴莲牛奶牛角包，全队还有谁没被卡比亲过？你猜？酸菜鱼给我说了什么？榴莲、牛奶、牛角包。啊，别了，你好好的，天宇，你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卡比的最大的愿望。看来是没有着。羡慕被卡比亲过的人，没事儿，卡比亲过的兽，吃过的兽也很多。
啊，酸菜鱼啊？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多房间出现啊？比如说谁呀、啊？听听，谢谢丸子的荧光棒。因为我很困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睡觉觉了。比如说猫头鹰，真的吗？知道猫头鹰很花心。有没有可能你们给我队友的翻牌我都能看到呢？不要忘了我们 CKG，可是一支很有团魂的队伍。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消息比较共通啊？你们难道没有想过这个假设吗？你们不觉得很恐怖吗？这 CKG 看不了了。哼哼。还逃过一劫，尊嘟假嘟，哈哈，我的龟龟开始了，我都不知道卡除了卡比还有什么房间，还不离谱，离不离谱啊？再见了 CKG，不恐怖啊，我又不给别人发。共享偶像，还好我只给你和呆呆发过，闻所未闻，骇人听闻。还好我只看卡比，笑死我了。今天好丑啊，播不了一点儿，我要走了。哦。我们不会互相回吧？你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啊，香菇。哎，真的不是杨天林回复的吧？笑死！你怎么不给别人发的？我不怎么给别人发的鼻子。好，还好我只看看哪里丑了。谢谢天宇的一分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晚安，家人们。想睡觉。轩的彩虹屁丑播不了，累心困。睡着。我今天好累呀、啊！我今天学了一个新舞。哦，脑子好痛啊！我学了一个新舞。每一个老师都看我跳舞都要笑。今天是一个老师看我跳舞，他说他看了我跳舞之后，他说杨天林太可爱了，然后他就笑了。然后晚上也是一个老师，他看我跳舞，他又笑了。我绝对是跳舞跳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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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力和认真的那个，就算每一次练习，我都是很用力的在跳，所以我感觉我体力很不行，我很。是有点困了，谢谢香菇的0.1分，谢谢酸菜鱼的0.1分，谢谢海豹宝宝的0.1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香菇宝宝，谢谢海豹宝宝，谢谢甜甜宝宝的，谢甜甜宝宝的荧光海，谢谢天宇宝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鱼鱼宝宝，今天的限定宝宝，其卡比远离粉丝生活是什么鬼？可能回你翻牌的人我也都看过，没有好什么东西。卡比好诚实，没等，什么意思？打开卡比的翻牌回复就看到，你好，我是呆呆，什么意思？
晚安，卡比猪，我都要成猪比了。谢谢流星宝宝的九个荧光棒。晚安，飞天大鸟，什么都能证明到我搞笑。谢谢香菇宝宝的0.1分。我把东西吃完就睡了，明天起很早，好累。天宇宝宝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去？好期待呀、啊，我比你还期待。哈哈哈，这不是夸你吗？夸我啥呀？是真的哦，夸我很可爱。真的很可爱，还说我跳舞好可爱，然后自己就笑了。然后我是老师，我也笑，说明是真的可爱，一见你的就笑，还不喜欢。有地方不需要太用力，做到位就行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如果用力的话会更好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些地方我觉得就是抬头嘛，我就喜欢这样抬。然后这个动作我也哎，怎么什么动作啊？哦，这种动作我也喜欢这样抬。然后那个老师说我像僵尸，他说你要可爱一点，你要这样抬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抬对于我来说，我感觉就很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的认知里面，这种动作是必须这种。哎，烦死了！你们不会觉得我很傻吧？这样跳。谢谢。谢谢龟龟宝宝的玫瑰花，谢谢丸子宝宝巧克力，好吧好吧，谢谢汉堡包宝宝的玫瑰花，我好饿呀，饭我饿了。杨天林在玩，就是卡比肯定是睡了，杨天林在不在玩，我卡比怎么知道呢？谢谢酸菜鱼宝宝的两个奶茶。谢谢 Kiki 宝宝的巧克力，你把 popping 带到跳舞里了，对吧？我真的很 popping 哎，我觉得我很 hip hop， 你们懂吗？就是我如果跳火柴梗，说不定跳得很好，我跟你们说。啊不不，反正我不会跳，我只是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比较喜欢，因为我觉得。不会啊，笑死，个人风格太强烈了。谢谢猫头鹰宝宝的玫瑰花。傻不傻，一场公演下来绝对不喊，每场公演下来我那个汗感觉像洗了一个头。吃一个汉堡，有机会试试。好，另辟蹊径，然后去试试火柴梗。我也想试试火柴梗，我本来这一次是想选火柴梗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实在是有点事情有点多，感觉火柴梗，而且感觉火柴梗嘛要请三个主演，就是。但是我们这次只能请两个助演，我就没有选火柴梗，但是有机会的好吧，有机会。谢谢天宇宝宝的巧克力。店员教我跳舞算了，我要让豹哥教我跳舞了。感觉还挺喜欢帅舞的，对啊。老板，我要截图给老板。带点感情算了，我也猜不，我觉得我很有感情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超绝可爱了，我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可爱死啦，我简直是可爱，他妈妈给他开门可爱到家了，然后老师看笑了，然后就像卡比。重庆界号，你们有没有人24号要来呀、啊？我怎么感觉没有一个人24号要来？我好可怜啊！到时候不会没有一个人给我应援吧？重庆界号宝宝，好吧好吧，天宇，磕死，确实可爱，打错了，好吧，确我也确实磕死，你到底在干嘛啊，猫头鹰？你一天磕生磕死的，请回顾我的笑声，可爱的要吃人。海报，你的笑声我真的很放肆。卡比真好看，真的假的？今天丑的有点震耳欲聋，我怎么说？24号，天宇、酸菜鱼都在，真的假的？天宇不是有电卧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坐哪儿啊？我看不到。
上次酸菜鱼在第一排第一在超位给我喊 call， 我摁是不知道是谁在喊 call， 问了一句在哪儿，然后尴尬的鱼举起了手。我当时不知道，我好像是硬觉得是从那边的，然后我就谢了一下酸菜鱼，但是我不确定，我怕喊错了，我就问了一句在哪儿，结果真的是鱼。谢谢何处寻宝宝的两个荧光宝。卡比真好看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你的名字，谢谢消逝的亲。哎呦，小狗转转子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老婆你呀，让你们每天让他们每天来接你送你，他们让我干啥你叫他们干啥。好吧，店员和下周两场公演我都在，我给朋友耶、yeah， 有丸子我放心，帮我监督他们。好，我来电。好，谢谢消逝的亲的 0.1， 谢谢。我不在哦，真的假的？谢谢小狗转转子的三个荧光棒。卡比似乎会粤语，你别说了，你看我昨天的直播，你回去看回放你就知道了。我再也不想说了，我干不了田老板的活。天老板和田老板，嗯，干嘛？卡比店员是几号？23吗？是不是23呀？有没有人解答一下我是不是23号？我没有让甜甜干活，明天立马订机票去广州了。真的假的，汉堡？真的假的，汉堡？我不在，上海见。啊，豹哥，豹哥，豹哥不爱我了。卡比店员22号吗？不是23吗？送了一个荧光棒，谢谢丸子宝宝的荧光棒。考打粤语发挥视频，对呀，22号啊，不是23号，救命！假的啊，我哭了。重庆见了呜呜，我也想来啊。好吧，22.1号，没事儿，我现在目前就知道还酸菜鱼应该在，丸子应该在。羡慕线下党迟叔是哪里人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。香菇是只猫，22号1点到3点。哇，你比我还了解我的行程，我哭死。去买小票了，买什么小票？小狗，小狗来吗？羡慕见卡比的猫头鹰每天都在羡慕，每天都不来。我真的不好看，我扎那个双马尾，公演穿那个服装有点像傻大女傻大个。你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最爱的，我双 Q 宝宝，我谢谢。喜欢店员也不可以送吃，所以店员也不可以送吃喝吗？应该是粉丝可以粉应该可以送，可以送。我看他们每天都，我看我队友好像都在送，但是我们好像不能，就是我们，哎，我们也可以吧，应该可以。没事儿，酸菜鱼在，好吧。哭了，谁知道？我懂，汉堡，别哭别哭，给你接眼泪水。店员可以准备吃的，挺大个的，不过不傻，真假？月月每次店员一大桌零食啊，那是人家充电宝送的，规定不能，但是都送，确实。店员和握手，店员不能握手，好像我也不知道，在广州应该不会那么管吧？知道似乎要被说，成员可以送点零食给粉丝。好，我没有零食了耶，我不知道去哪买，到时候说吧。你们在成都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折的纸呢，还在吗？不在，全部给我跪榴莲，不在了，全部给我跪榴莲。晚上好 ，Sky Skylight XT， 名字很帅，懂了，可以送点去分给粉丝吃。对，粉丝可以帮小偶像准备吃的，有心情准备的可以联系我。卡比兽给我送点，把豹哥拆了，一人分一块肉。上次是我把西瓜，我是把西瓜吃饱了的，我也是，我吃饱了，谢谢大家。是我们卡比兽没有给卡比准备过零食，哪里没有准备？我没说，是他们在问我，是他们说小月每次都有很多零食，我说那是充电宝给他准备的。哇，我以前给 CKZ 成员送过，真的假的？是谁？好，哇，像猫头鹰这样神秘的伏地魔级别的人物，居然
露过脸，还在，还在什么？不在了。文字印章，不在了。文字印章带了吗？没带。文字印章带了吗？我刚刚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的在，好，谢谢甜甜宝宝。很有感情的波波，重新折，我哭了。我可以重新折啊，这次握手重新折。我不准给他们说折的什么，不准给他们说折的什么，不准给广州的粉丝说。卡比说说，谁透露了贵榴莲？我跟你说，豹哥手感好好，确实。马新月说打得很舒服。圣诞冬卷，谢谢冬卷宝宝的荧光棒。偷偷抓了几把，哇哦，他抓你，我天，他抓你。结果折纸在的，我装在小锦囊里随身带着。哇，天宇，我真的哭死了。学学天宇，哭死。这卡比兽们全部的把天宇当模板。转转子下场也照顾好豹哥，好。是以前的 CKD， 不是你们这些，而且是找别人带的哦。好神秘啊，猫头鹰，猫头鹰现在在我心里面是伏地魔。粉丝好像可以准备给零食，小偶像再发给粉丝。是的，上次的船还有上次的折纸都还在。哇哦，那个船居然都还有在的，六六六，这个真的六了。他们说我给粉丝送垃圾，说我那个船是。谢谢丸子宝宝的荧光棒，难道你最爱的笔的，难道是你最爱笔的那个？什么笔的那个？不要，不是，折个纸飞机，折个飞机给我飞到河南可以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宝宝，给你折个汉堡让你吃。飞机怎么折呀？我的天，我都不会，感动哭了。为啥成反派了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伏地魔在我心里是正派人物？因为我是阿兹卡班的囚徒。我的船说多了都是泪，为什么？谢谢天宇宝宝的玫瑰花，贪不一片棕色，好有团魂，真的吗？不应该是黄色吗？第一次来，没想到卡比是一个黄色文一样甜，哇！谢谢你，真的双 Q， 我双 Q 这个臭袜子。哦，不行了，分月分到阿兹卡班了是吧？嗯。我睡觉了，晚安，拜拜。我有好多床，黄色是 N3， 我们不是改颜色改成黄色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快睡觉了，晚安，拜拜。看来翻牌真的不是卡比亏的，我翻牌讲过船的。我知道你有船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现在还有它留着。你太爱我了，宝宝。我也要睡觉了，卡比晚安，晚安，困死了。谢谢臭袜子的荧光棒。谢谢转转小狗子的荧光海，晚安天宇，晚安池叔，晚安猫头鹰，晚安香菇，晚安海豹。我船飘走了吧？啊，你船飘走了吗？哦，你说你和安安，你和安安什么把那个船什么飘走了吗？我好记得，就感觉我记忆错乱了，但是我总觉得我在哪里看到你的船了，你微博还是哪？干父吧，是我的床还在，苗燕的没有了。谢谢甜甜的20个荧光棒，谢谢甜甜。卡比要走了，老公不要走，老公。卡比的晚安，晚安臭袜子，晚安臭袜子，声音甜不甜？把你甜到了，甜到了，今天晚上做一个甜甜的美梦。算了，你别回忆了，你走开，是我微博发了，哦，是你微博发了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我那个记忆要错乱吗？爱死你们了，都把你不爱你们，一个字没说对，我哪一个字没说对了？你绝对适合钮咕噜安一起干嘛的时候，那个船我们飘走了，是吗？晚安。绝对是，我马上去翻，我记得你说了的。甜甜甜甜的我糖，你有病的，真的假的？你去看我抖音最新的视频更甜，那是我自己的声音哦。
晚安。哎，我服了呀！哦，对，我记得是香菇，对，我记得是香菇的微博艾特了我的。那我去回忆一下，丁真。晚安，晚安，海豹。哎呦，豹哥，我真的，谢谢玲玲的荧光棒。居然是你自己的声音，难道不像吗？拜拜，豹哥流浪去了。某字母类型吗？什么鬼？谢谢小豌豆的巧克力。晚安，大家。晚安，丸子。晚安，莫莲。晚安，XOX。豹哥，下一个直播间见。我服了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小狗。晚安，猫头鹰。晚安，玲玲。晚安，池叔。晚安，流星夜。空梦奇缘。晚安，香菇。晚安，CC。晚安，鱼鱼。晚安，汉堡。你们去下一个直播间吧，你们去吧，反正我也阻止不了你们，咱们都是共享粉丝的。晚安天宇，晚安小狗转转，我到底说了多少句晚安？晚安豆豆，我要困死了，谢谢豆豆的玫瑰花，嗯，拜拜睡了。